酒不能喝太多，明天毫无回忆。我要丢一个最高的。拉面仔，你们都不懂拉面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你们这些拉面仔啊，都喜欢去吃那种哦很贵的三四百块一碗的那种日本的拉面啊。我跟你们讲，台式拉面才是真正的拉面啊！哦，就是要加那种玉米啦，那种汤很淡的，那种才是真正的拉面啊！哦，你们吃那个三四百块的，我不知道从哪小啊。日本拉面就是假拉面，哦，台式拉面才是那种正统的拉面啊！大家记好啊！我知道那个拉面的粉丝团啊，有200,000人啊，今天啊，我就是要站出来啊，对抗这200,000人啊！哎，对，没有再怕了啦！哎，台式拉面才是正统的拉面啊！哎，直接进去那个社团就发这个文了。哎，对，决定跟日本拉面宣战。哎，对，全国在爱。